大家好，我是小福利，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美国纽约的南区法院。今天郭先生的律师团以及检方的律师团会同时在这个法院进行陪审团的筛选。那么在今天呢，已经有100位陪审团的备选人员已经进入这个法院，在早上9:30的时候已经正式开始筛选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战友到达现场，目前我所了解到的有20多位战友，现在呢没有任何一位战友是在26楼的法庭现场，所有的战友呢是在15楼的另外一个小厅的法庭。在这个法庭当中呢，战友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视频以及可以听到声音，大家可以进行记录。那么接下来呢会在大概5点左右结束今天的程序，那接着呢战友们会回到总部接着进行直播，那我们会看到跟听到更多的现场的情况，所以战友们不要着急，稍后就会有今天所有的细节内容跟大家分享。